怎么这么安静？这周围似乎藏着强大的气息，那是天榜第二的李玄通，他怎么也来这里？这灵山可还有个不好对付的大家伙呢。好强的灵力波动。牧尘，看来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谨慎，终于忍不住要出手了。这次我们就彻底做个了断吧，奉陪到底。那家伙醒了。